大家好哈，我们继续哈，三颗，我们从外在的表现，那现在我们看里面哈，内财哈，内财是怎样来？内财哈，内财是怎样？单薄的波罗蜜，哎呀，也是这么风情万种哈。我们真的是对这种神秘的水果、神奇的香味啊，相当的好奇啊，好。哇，好吃的呢！你看，你看，干包的这种表现很不错哦。来，干包的第二颗啊，也是所谓的波罗蜜啊。好、哦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啊。哎呀，开果的乐趣就是在这边呢、啊。我们没尝试，我们怎么知道？对不对？没尝试，我们怎么知道？你看看，哎呀，今天开了这个干包的菠萝蜜，怎么这么香啊？好不好？我统称都叫做变种的菠萝蜜。这个哈、哦，菠萝蜜哈、哦，风情万种了哈、哦，啊变哈、哦，我们也不知道变到什么种了。我们这样来看看，哇，这个香为什么这么迷人啊？哇，菠萝蜜也有空包蛋哈。菠萝蜜有空包蛋，我们也是要很费心的跟它处理。可是，哎，这个好处是，今天的菠萝蜜都没有乳汁啊！哇，碎碎碎！好，我们这个开果表现到这边了，好、哦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好、哦，我们的菠萝蜜，基本上来。我三个哈，各拿一个，在这边做比较，好哇，给它大的果包果核，这是我们第一个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第二个，第一个、第二个，啊，第三个呢？我用手了哈，这是我们的第三个。哇，两个干包一个湿包，哈、哦，两个干包一个湿包，哈、哦，试吃的结果怎样呢？哈、哦，这个观众只能观赏哦，我再试吃下去哈、哦，可能这个不好吧，大家流口水，好、哦，那我们介绍就到这边，好，谢谢。